嗱，依個咧係89平方，首期只需要60,000蚊，你冇聽錯，60,000蚊還翻你精裝修，而且咧三線鋼景嘅一個精裝修三房單位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心动家昌》，我系 Jessica。哇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咧冇翻我哋繁花里呢度同大家 update 翻个情况噶啦。咁我身后依个位置系咩咧？噔，就系咧我早几个月之前咧指俾大家睇个皇帝地，冇错，佢已经咧将个花园整得好靓仔，同埋咧个泳池咧整好咗噶啦。咁大家到时翻嚟入住嘅话咧就可以游水啊 ，OK， 喺自己屋苑入面游水。咁今集咧就同大家介绍翻我哋呢个咧，哇，50座嘅全新加推嘅一个单位吓，两部 lift 四房嘅，有我哋三房啦，同埋我哋四房。任君选择嘅，而且咧依家可以做到一个低首期方案，10,000蚊首期就可以入手，而且咧仲赠送全屋嘅家私家电俾到你添，有冇咁大只嘅 luxury？ 乌蝇价格点嘅样？事不宜迟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片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essica。依家我身处嘅位置咧，就是我哋远洋繁花里51栋嘅实体示范单位呢度。咁依家全新加推咧，就我哋51栋隔篱一模一样户型价格嘅50栋吓。咁同大家介绍翻先。咁其实咧，你睇翻依个示范单位咧，就系我哋一个交楼标准啦。咁同埋咧户型价格以及咧望出啲 view 咧系差不多嘅吓。咁啊，依度咧系两部 lift 四房嘅，分别咧系我身后呢一只啦，89平方嘅三房一位啦，同埋我隔篱呢一只咧100平方嘅三房两厅两卫，同埋我對面嘅係有一個咧係106方嘅南北對流三房，同埋咧好大積好舒適嘅119平方南北對流四房。咁我睇下依度最細 size， 最高咧就34樓嘅，依家身處位置係中高樓層25樓。咁啊睇翻依一個細 size 89平方先。翻到屋企嘅話，首先咧就係我哋一個展覽密碼門鎖啦，依一個係交樓標準。咁依個咧就係玄關鞋櫃嘅位置咧預留咗俾你去整嘅。咁當然啦，依家有快速商量價活動，贈送15件家私家電俾到你。我幫大家睇翻個 list 咧，基本上可以拎包入住 ，OK？ 咁啊，睇翻呢个户型价格先，89平方，你翻到屋企嘅话咧，传统树厅设计，但系咧好舒适噶吓。咁啊，地砖啦，同埋房间啲地板冚唪帮你铺晒。依啲咧就系我哋一个普通嘅白色嘅瑜伽室咁嘅样啦。咁啊，最紧要系乜嘢咧？嗱，依一度咧基本上咧系朝翻我哋一个南向嘅吓。即係嗰個朝向咧係冇問題嘅，咁大家好關注係咩咧？個景係咪？我哋一齊睇睇先。實體樓個景咧睇出嚟就好實在嘅。OK， 依個係89平方嘅，咁依家賣緊咧就係我右手邊依一棟啊嚇。咁基本上咧就係即係一個鏡面嘅鏡面，咁你望出啲景係差不多。嗱，好老實講，25樓咧係屬於中高樓層，咁鏡頭前面嘅觀眾一睇咧就知道，哇，好似有啲南岸樓咁樣嘅，其實有些少。我覺得係有些少，咁都會有三線嘅一個湖景同埋江景三線嚇，因為依幾日咧一直喺度落緊雨，所以咧你見到出面咧就係一個煙雨朦朧的 feel 嘅嚇。咁 B 三線咧，嗱首先呢度咧有一線啦，咁我哋依棟樓之間一線啦，咁依兩棟樓之間咧又有一線嘅 ，total 咧就係三線一個江景啦，同埋一個田園景觀嘅。OK， 咁當然如果你覺得，有啲壓抑唔好舒適嘅話咧，我建議可以買翻一啲低樓層嚇，中低樓層咧望出去咧其實比較舒適，因為咧鏡頭一指，我哋往下面睇，哇，原來咧嗰個泳池咧整好咗嘅咯喎，咁當然啦，因為佢未正式交樓下，咁咧就未游得水嘅，咁但係 anyway 啦，我哋之前睇呢度咧係一個黃琴琴嘅地嚟啊嘛，大家咧馴馴聲咧整好咗一個泳池嘅啦噃已經，咁同埋咧樓下嘅園林咧都整得幾靚仔，所以我 suggest 大家咧，如果你唔係特別追求一啲高樓層的話咧，咁呢只 size 嘅話咧，買翻啲中低樓層咧係 OK 嘅嚇，望出去都舒服，同埋咧價錢好靚，即係好實在。依家又可以做到一個低首期，咁點樣做低首期呢？我陣間同大家講下先。咁再睇翻啲户型價格先 ，OK？ 嗱，依個介紹咗我哋嘅廳啦，咁依個咧係屬於我哋一個廚房嘅位置。嗱，我企一企俾大家睇下先。依度咧只可以擺到個單門櫥櫃，但 anyway， 畢竟89平方做嘅三房俾你，所以要求唔好話特別高。咁但係咧，依度開咗個窗嘅話咧，都係做到一個比較舒適嘅廚房嘅設計。一個 U 型廚房兩件都係有嘅，收油煙機同埋有燃氣灶，消毒碗筷咧就冇噶啦嚇，正常3件度。咁但係咧15件套入面咧都會有翻一啲家私家電俾到大家。睇翻右手邊依個 toilet 先，咁啊都同樣要整翻個簾喺依度啦嚇，未沖涼嗰時啲水啊彈到周圍都係。咁啊依啲嘢冚唪唥都有曬，咁包括咗我哋踎下嗰時咧，
呢、這個即係擺電話啦，同埋咧放翻啲紙巾啊呢啲用品咧都有嘅。咁呢個咧鏡櫃啦，嗱鏡櫃可以開嘅，可以擺到好多嘢咁樣。咁基本上啲裝修咧其實唔算話差，但係如果鏡頭前面觀眾有翻奢侈要求嘅話咧，都可以再重新去搞翻個裝修，畢竟自己層樓係住得舒服啲。右手邊呢個房。基本上呢啲房呢都係朝返南朝向方面係冇乜問題嘅，咁我講真係，因為依家畢竟呢屬於即係我哋用個電話呢去錄製返，咁其實個 view 呢望出去呢會有些少局促嘅，好老實講，但係如果實打實呢，如果你現場睇嘅話呢感受會更加正啲，咁攝影師哥哥呢可以即係放大些少，我哋直眼呢其實係有啲廣角嘅下，咁望出去呢會完整些少，咁我哋用返一倍鏡呢基本上就我哋呢個眼望出去嗰種 feel 啦，冇錯，就咁樣。基本上咧，佢贈送俾你嗰啲即係飄窗位都會幫大家卜咗噶啦，就唔使自己再額外俾錢去卜。咁呢個房嘅話咧，你做個咪五牀咧，完全冇問題嘅。呢度再做翻個拉鏈啦，然之後呢度咧預留咗一個衣櫃位置俾到你。OK， 著翻其他房。斜對面咧係另一個房，咁呢個房講真嗰句咧，就係冇景睇噶啦，可以講啊，一閃咧一閃，哦，睇到啲光嘅。你床頭擺呢個位置咧，你就望到少少光啦，望到少少山啦，跟住咧又望到一啲田園景觀咁嘅樣啦嚇。咁當然咧，你一倍鏡望出嚟都係差些少嘅，現場感受一下咧，你可能會再靚仔些少。睇下主人房先，嗱，呢個主人房咧就唔係套廁嚟嘅，因為咧佢就係一個比較大嘅房啦，冇廁所。畢竟89平方咧係一個洗手間，大家記住啊，一個洗手間。飄窗位全贈送俾你，因為呢度唔幫得下，下面擺一個冷氣機，一個外掛機嘅。咁但 anyway 依扇窗咧望出去都非常之開陽，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我哋今日咧其實係冇太陽嘅，咁但係呢度望出去嘅話咧，其實都唔算話黑掹掹嗰種感覺嚇，采光咧其實 OK， 因為呢度係朝翻南去。咁啊，最緊要同大家講報翻價錢先。嗱，呢個咧係89平方嘅嚇，咁啊依家。身處位置咧係屬於我哋51座，依家賣緊咧係50座嘅單位。咁如果50座89方咧，我揀咗一套咧，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嘅，一齊睇睇先。嗱，我揀咗一個高啲嘅樓層俾大家作為一個參考啊，50座3203，88.72平方嘅。咁佢原總價咧係9935元，依家折後咧只需要82萬就可以入手啦，82萬。咁我成交單價大概9000元出頭嚇，首期咧就26萬嘅。咁如果我哋分30年月供的話咧，每個月只需要供2400左右就可以入手啦。咁當然啦，啱啱 Jessica 咧都同大家講翻，依家做到一個低首期，點樣低首期法呢？嗱，我哋依家連個首期咧都可以問銀行去借錢嚇。咁啊，最多咧就借20萬俾你。例如，如果我哋真係成功借咗20萬的話，首期只需要6萬元。你有冇聽錯？6萬元還翻嚟精裝修，而且咧。三線光景的一個精裝修三房單位 ，OK， 首期6萬元就可以入手啦，所以相對嚟講都比較抵。咁佢20萬亦都可以分3到5年咧，俾你去分期還嘅，月息咧係3厘，幫大家計翻條數。咁睇翻你睇下想點樣去做翻個處理，咁亦都可以隨時借同埋隨時還咁樣嘅嚇。咁啊，即係可能我哋有啲生意需要資金周轉啦，但係又想買樓喎，咁幾萬元首期去邊度買咧？依家咧就揾到方法啦，幫大家處理呢個問題啦。嗱，依個咧係89平方，如果你覺得一個廁所唔夠用，你隔離一個98方咧，我哋再去一齊睇睇個户型價格先。Go go go！大家好，我 Jessica 睇咗我哋隔離依個89平方一個廁所啦，咁依一個單位咧就我哋98平方兩個廁所嘅，咁大家輕輕睇一睇就得噶啦。基本上咧户型價格係差唔多嘅，咁望出去 view 咧又係差唔多嘅，最緊要咧佢多咗一個廁所。咁我哋睇下個景先，依邊。Well， 其實咧講真一句嚇，依個98方咧相當於一個單邊位置，所以你見到依度咧係冇牆遮擋嘅。咁當然依家賣嘅咧唔係一棟，依家賣嘅唔係一棟，係隔離依個50棟嘅嚇，依個係51棟。咁 anyway， 户型價格差不多嘅，大家睇翻個對稱户型就 OK 啦。大概睇下景先，嗱，落緊雨嘅一個煙雨朦朧嘅西江啦，大家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，但係我隻眼係睇得到嘅嚇。天氣好嗰時咧，其實係望得好遠嘅。OK， 咁啊，亦都望到樓下呢個泳池景啦，同埋園林綠化，所以就將大家買翻啲低樓層咁啊，差唔多噶啦。咁依一邊咧就望到我哋一啲山景啦，同埋天空景嘅。咁當然依家都落緊雨啦，好朦朧嗰種感覺，有啲即係情深深雨濛濛的 feel。咁依一邊嘅話咧，你可以做翻一個洗衣機啦嚇，到時整翻個櫃咧就好靚仔噶啦。
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98平方咧，其實户型間隔咧係幾舒適嘅。一入到屋企嘅話咧，講真啊，依家已經係夏天，但係入到嚟嘅話都覺得好涼爽嚇，一啲都唔熱嚇，比較通風。因為我哋依度咧，其實即係樓與樓之間啲間隔咧係比較闊落嘅嚇。咁其實廚房咧同啱啱嗰只咧係差不多嘅，但係咧我覺得係大咗些少嘅嚇，畢竟咧都成100尺左右，所以依度咧可以擺到個小型嘅雙門雪櫃嚇。啱啱只有擺到個單門，依度咧可以擺到個小型雙門啦嚇。咁同埋依個 U 型廚房，依個 U 咧係一個大啲嘅 U 嚟嘅嚇，比啱啱咧都大咗少少嘅。咁睇下啲房先，喺依一邊 ，OK， 依一邊。咁依度咧係有兩個廁所嘅嚇。首先依個咧係公衛啦嚇，咁啊當然咧都係三進式嘅，明廁嚟嘅，有個窗可以推開。咁依度咧到時再做翻個簾咧就可以噶啦。房間嗱，依度有兩個房，睇依個細房先。依個房比較細，咁但係咧，望到一啲別墅景嘅喎 ，OK， 望到一啲別墅景。咁當然啦，嗱，賣緊唔係一座，係隔離一座，所以依個別墅景可以唔使理佢先嘅。基本上望翻自己園林綠化咯，同埋樓同樓之間一啲光景咯，同埋一啲田園景觀咁樣 ，OK。房咧係比較大，比較舒適嘅，畢竟成個 size 都大咗。嗱，依度咧可以擺一個 king size 嘅牀，先編出位全贈送俾你。咁一望過去，一線兩線一個西光景，同埋靚女喺樓下游水嘅景觀。OK， 主人房睇下先，套瓷嚟嘅，所以入到嚟嘅話，首先咧係屬於我哋嘅洗手間。咁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到，其實依個洗手間真係幾大下嚇，咁啊好闊落。咁當然如果你話可唔可以整翻一個浴缸？其實都得嘅喎。嗱，佢四四方方嚇嚇 ，OK， 可以整翻細細地浴缸仔。你依個位置可以整到嘅嚇，所以你可以翻嚟浸浴啦，探下世界，唔錯。OK， 睇下個房先。嗱，咁啊，依度可以做翻一排衣櫃啦。咁啊，同我哋個洗手間咧隔開少少啦。然之後依度咧就做翻我哋嘅牀頭位置。依度整個電視機，因為窗簾拉嘅 ，OK。嗱，景係唔錯嘅嚇，講真一句，嗱鏡頭咧影出嚟咧，其實係冇現場睇依種 feel 嘅。相對嚟講咧，高樓層咧望出去，即係我哋平時望出去咧，就確實係我哋樓咯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再細心望一望咧，係望到一啲比較遠處一啲光景咯，同埋一個田園景觀。咁我哋低頭一望嘅話咧，就會望到我哋樓下一個園林綠化好舒適啦，同埋樓下一個泳池景啊嚇。其實相對嚟講，我覺得繁花里佢啲裝修啦，同埋一啲施工進度都非常之快。因為早幾月咧拍咧就真係我指俾大家睇，依個水泥地咧就係佢嗰個泳池啦咁嘅樣。咁一抌一聲翻嚟睇，整好咗噶咯喎已經。所以咧啲工程進度大家唔使擔心。嗱，依一座嘅話咧就今年六月份正式交樓俾到大家嚇，50座，而家買緊50座，六月份正式交樓，依家都4月底啦，哇，個零月之後咧就可以正裝交樓噶啦。OK， 咁依一套咧就係屬於我哋嘅98平方、100平方嘅一個單位，3房2廳2衛。咁我亦都揀咗個價錢俾大家做一個參考嘅，睇下先。揀咗一套16樓下，屬於一個中中地樓層嘅，50座，1604，原總價99萬，依家折後咧90萬搞掂啦。首期27萬，如果我哋做低首期咧7萬蚊左右可以搞掂。月供30年的話，只需要2700，哇嚇！價錢咧好實在嚇。咁當然啦，其實依一棟咧仲有一個大積些少嘅，係做到我哋南北對流嘅4房單位，景觀咧係有驚喜嘅，有驚喜！我哋一齊一剔過睇睇 ，Let's go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介紹翻我哋另外一隻大面積嘅119平方嘅單位。咁點解唔介紹隔離依個100零幾咧？因為咧冇貨啦。OK， 睇翻依隻先。嗱，首先翻到屋企嘅話咧，佢到時咧會有一個依一個防火門俾到你。咁依條走廊位置你冇睇錯，依條走廊位置咧係公家嘅，但係咧都係俾你用嘅。OK， 你可以用噶嚇。所以翻到屋企之前咧，就要開窗睇下個山景好靚嘅山景，冇錯。嗱，你睇住我頭髮咁凌亂咧。你睇住個頭髮咁凌亂就知道依一對流型好涼爽啦，係咪？因為咧我哋哇開咗門之後咧真係好涼爽啊！嗱，依個咧係子母門嚟嘅，比較大，因為畢竟係大單位。咁依度咧亦都係俾你擺個玄關嘅鞋櫃位置嚇。咁當然啦，如果我哋即係參加活動嘅話咧，嗰、那個15件家私家電嘅話，呢度咧係包埋嘅。哇，翻嚟睇睇先。嗱，出面咧就 rip 啦，落緊雨，咁但係都唔會影響我同大家拍片一個好激動嘅一個心情嘅 ，OK。咁啊，南北對流，睇翻呢個南向咧，就係冇景睇嘅，冇錯，因為咧會俾我哋前面咧依個89、98方啊嗰、那個咧遮住咗嘅嚇，冇乜景睇 ，OK。依個咧就唔使點樣，依、這個就唔使點樣影噶啦，基本上就依一邊咧望到些少山景啦，依一邊係啦望到少少山景啦，跟住咧望到少少田園景觀咁嘅樣啦，即係你出到嚟同埋企依個位置咧先望到，但係唔緊要嘅，廚房夠大，如果你中意。
要煮嘢食嘅話咧，哇！喺呢度擺多個大嘅雙門雪櫃啦，哇！好開心啊，煮嘢食，廚房夠大咧，真係舒服好多嘅。咁最緊要係乜咧？北邊個景，哇！嗱，講真一句，啱啱上嚟咧，幫大家輕輕咁樣立咗一下我哋89方啦，以及我哋98方嗰啲 view 咧，就真係有些少。就係咁，但係咧一嚟到呢個119平方咧，我就覺得可以嘅，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嘅。因為咧，哇！一開咗窗之後，嗰個對流咧就好涼爽，唔係講笑，非常涼爽，左下冷氣都熄咗，唔係講笑。咁呢一邊咧，哇！你睇下山景嚟㗎，咁都依家落緊雨，你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個朦朦朧朧嘅山嚇。咁畢竟依家咧清明時節咧就雨紛紛嘅，好正常落緊雨。咁但係咧雨中咧呢、這個繁花里咧都別有一番風味嘅嚇，咁啊樓下咧係屬於我哋一啲別墅景啦嚇，咁啊前面亦都係一啲比較矮一啲小高層啦，都係屬於我哋自己一個大屋苑嘅。咁再前面些少咧就是我哋嘅山景啦，同埋咧睇到一啲天空好靚，非常之舒適嘅。咁所以呢一度咧係唔會有任何高樓遮擋你嘅。我個人建議咧，大家如果即係個首期相差唔多嘅情況之下，你又好一定中意睇一啲景嘅話咧，呢一個四房單位真係可以諗諗佢嚇。哇！呢度三開門一個窗。OK 喎，嗱關咗之後咧，那個隔音咧真係做得幾好嘅喎。咁實佢唔係一個雙層隔音玻璃咧，但係咧隔音都唔差啊，已經聽唔到啲落雨聲啦。睇下啲房先，呢邊嗱，依一個咧係三進式嘅一個洗手間，咁大家輕輕睇一睇個弧形間隔咧就 OK 嘅啦嚇。你洗手唔影響人哋去廁所嘅。咁房咧有四個房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嗱，依個房嘅話咧，朝翻南向嘅嚇，南向嘅房，睇下先。Keep 雙位咧，幫你 book 好曬 ，OK， 亦都係依一邊咧，嗱牀頭咧係 set 喺依個位置，所以佢嗰個設計咧都係 OK 嘅，都係望到些少一啲山景啊，同埋咧一啲魚塘景觀咁嘅樣。房間咧係比較大，比較舒適嘅，咁同埋依兩個房咧，哇，依兩個房正啊，北向啊，望到我哋好正好正一個山景啊 ，OK， 望翻個山景同埋別墅景啦。咁相相對嚟講，其實依一度嘅話，你無論係高樓層還是低樓層咧，望出去咧都會比較開揚啲，都比較舒適啲嘅。OK， 啲房咧都會比較大。再睇下，依度仲有個房。其實依兩個房差不多大細啊，差不多大細。咁基本上可以 book 個位置都幫我哋 book 咗。如果 book 唔到嘅話咧，就自己整翻榻榻米咧坐喺度咧，哇，發吽豆咧都幾舒服嘅喎嚇。所以咧。買得快有道理嚇，100幾嗰只咧買曬啦，咁依家咧119咧仲有貨噶嚇，睇下主人房先。哇，主人房超大，唔係講笑。嗱，飄上去幫你包咗咧全層牀嘅，依度咧做翻個 king size 嘅牀啦，跟住望翻依一邊景咯，同埋樓下一些少些少遠林綠化咁嘅樣嚇。咁再睇翻依一邊先。嗱，依個咧就係一個洗手間，屬於我哋一個套設入面嘅洗手間。咁當然依家賣嘅咧就唔係依一座，係我哋隔離咧50座嘅。咁其實50座同51座依一個 size 嘅話都係一模一樣噶嘛，望出係一樣嘅嚇。咁所以相對嚟講咧，我哋可以咧揀翻大單位嚇。我覺得大單位真係幾靚，119平方。嗱，報翻個價錢俾大家作為參考先，你等等。OK， 嗱，揀咗一套13樓俾大家作為參考。依一個咧係25樓嚇，25樓就比較高啦。咁13樓望出去其實都冇遮到，樓間距好闊嘅，望別墅景為主嚇。50座1301單位，咁佢119.65平方啦，原总价系123万，依家折后咧系114万 ，OK， 首期咧32万就可以搞掂。如果我哋做低首期咧，其实都系10万元出头咧就入手噶啦。哇，分30年月供咧，其实都系3000零蚊嘅啫，哇，真系好抵啊！嗱，今集咧就翻嚟远洋房，翻嚟依度啦，上翻我哋依个51座实体示范单位，同大家介绍翻我哋依3只 size 嘅。分別是我哋89平方嘅3房1位，同埋隔離呢個98平方嘅3房2位，以及呢一隻咧，哇，好舒服嘅119平方嘅4房南北對流嘅單位嚇。咁啊，價錢都會比較實在啦。基本上咧，如果做到低首期咧，6-7萬元咧就可以上車噶啦嚇，真係好抵。因為翻嚟咧，其實真係好少做呢個低首期方案。依家咧傾得落嚟嘅話咧，大家可以捉緊時間嚇。如果中意嘅話，捉緊時間咧，約 Jessica 過嚟呢度現場睇一睇樓咁樣樣嘅嚇。咁如果中意我條片咧，記得數點翻 like 俾到。快翻嚟 channel 啦！如果有興趣睇樓咧，聯絡翻 Jessica 6565446，我哋專車接送睇樓嘅。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！如果中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俾 like 同 share 出去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詳細嘅樓盤資料，歡迎通過以下嘅方式聯絡我哋。